地嚟嘅，准备王奇居。好，你一起步中华叻慢晒，前面快噶嘛，飞腾再应声弹出噶啦，睇下有啲咩马抢上嚟啦。外边有英咗个零身位嘅第二位嘅马，外边咧就英勇猴王啦。内栏第三就系大热门嗰匹啦，飞腾追啊。第四位咧仲有东风一号啦，第五位埋边咧就粉红魔亚洲力量，出边咧仲有机械斗士啊。再边嘅第七啦，蓝衫中档有型到爆啊，内栏紫色眼罩就系绿灯啊。后边嘅六匹马啦，着着领先，魅力一身。响尾五黄三嗰匹啊，后边四只啦，有麒麟啦、美满星云啦、领航传奇，暂时殿后仍然系中华叻叻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嘅时候啦，夏日倾情抛离咗半个身位啊，英勇猴王就开始拍上啲噶啦，埋边位置有呢只飞腾追啊，跟住佢后边仲有亚洲力量啊，粉红帽嗰匹啊，咁啊外边追少少嘅马啦，有呢只绿灯啦，揈出去外边上有魅力一心领航传奇嗰啲马，好啦，最后百零米啦，飞腾追咧好劲，好似魔打咁嘅装咗跌落去，爆甩兩個身位，贏緊啦！跑第二名嘅嘛，就係呢只英勇猴王啊！第三名亞洲力量，第四名咧相當接近啊！外邊綠燈，入邊係美滿星雲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飛騰追都跟手一個相當有利嘅位置啊！結果就爆甩曬對手，重開勝利之門啊！英勇猴王就跑第二，第三名亞洲力量，第四名咧第一眼睇落就外邊綠燈就好似高盤啲。同入邊美滿星雲影相爭第四，結果臨尾都相當之多飛啊！呢匹飛騰追成為大熱門啊！好，嚟一開閘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身力好快喎，響埋邊有呢只就無敵勇士啊，外邊天天得落，中間就無敵勇士啊，天天得落埋到嚟第三喎，第四位自由奔騰啦，內欄第五星火燎原啊，粉紅衫，大家跟住個第六位就旺旺快區啦，內欄第七啦就紅衫啊六支啊，後邊噶嘛有機械大師啦，內欄粉紅衫係勁好運啊，出邊糖不甩啊，尾三橙帽咧就連接啊，尾二龍城金將埋邊包尾嗰只咧就。江南勇士嚟噶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身力好就支嚟咗，但系个零身位嘅，咁啊再后边噶嘛，天天得落啦，旺旺快区响外边追啊，入边上仲有呢只六支啊，再内栏嗰边仲有无敌勇士啊，追后百零米，身力好摆前面嘅策略咧，将后边嘅对手掟甩咗，后边有无敌勇士六支，出边天天得落接近终点，身力好真情放头赢啊，跑第二名噶嘛，系六支啊，第三名埋边无敌勇士。出邊係天天得落啊！結果今場賽事改變一下策略，冇人放我放爭情，結果呢只新力好可以打開勝利之門啦。六支跑第二、第三名，埋邊係嗰只無敵勇士六三天天得落，影相爭第三。蘇偉賢馬房近期個勢都好強啊！呢只爭情都即刻贏馬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咧就易勁力快嘅，埋邊福國報，中間咧就升龍區啊，外邊時時滿意啊，第五位白鼻箍就海船時光啊，第三位埋邊啊易勁力啦，出邊時時滿意啊，第五位白鼻箍就呢只海船時光啦，出邊啊閃電啦，埋邊就花高猴王啊，後邊兩匹馬好好心得同埋嗰只咧就明心之餘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福國報係威係勢咧就佔先嘅，我後邊第二位有升龍區啊，易勁力第三時時滿意，第四啊原難推進，仲有隻花果猴王啊！再後啲先到海船時光啊，偷入邊上就好好心得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福國寶鬥緊呢只星龍區啊，外邊花果猴王追啲，再後多層啊嘛，入邊有海船時光，出邊位置上咗少少，仲有隻易勁力啊，最後一百米到星龍區佔先，花果猴王外邊追，入邊咧仲有隻福國寶接近終點，星龍區到唔到？外邊花果猴王過唔過到？相當接近啊！第一名埋邊。星龙区外边逐步逐步上嚟，花果猴王第三名噶嘛，系呢只福国宝啊，三只马都黄衫噶，咁啊睇下头马系边只啦。星龙区到唔到咧？咁啊花果猴王外边追，第一眼好似星龙区到先喎，嗱，但不过就好接近要影相啊，好似系到先啊，睇下条线，入边星龙区，外边花果猴王到先啊，星龙区花果猴王轻榜第二，摆前面走，福国宝跑第三。大热暂时系三，
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慢咗少少嘅就快落老窩嚟嘅。外欄位置啊，領財快噶啦，中間有歡笑福星、綠色衫、白衫，要搶一代宗師灰馬紅日紅帽嗰匹啊。咁啊，大約尾四到啦，咁啊戴面箍就還看今朝啦，快落老窩啦。尾依外欄係旋風飛揚，響後邊咧走入去就係嗰只勝利之王嚟噶。好啦，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領財響前面放，仲有少少驚喜喎。跟住響第二位就係嗰只萬事快啊，入邊就紅日射上咗少少，再入邊位置梁區好友啊，飲杯啊，後多層沿住個中檔追，仲有就還看今朝。最後一百米到啦，萬事快已經透出咗，紅日射逐步追緊佢，中間位置仲有還看今朝，接近中啲萬事快贏啊，跑第二名係紅日射，還看今朝第三，飲杯應該係跑第四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只萬事快排翻個外檔咧，形勢即刻唔同咗啦，結果就贏馬，跑第二名紅日射，第三名還看今朝，第四名埋邊嗰只係飲杯。終於打開呢個勝利之門啦！六號馬嘅萬事快排住個十一檔贏馬，跑第二名灰馬啦，紅日社第三名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噶啦，埋邊歲歲今朝快喎，中間大勢之父啊，黃衫嘅出邊蟲草之王啦，中檔仲有中橫大進啊，埋邊第五跟住第二位就大勢之父啦，守住內欄第三有中橫大進啊，第四位蟲草之王啊，內欄第五仲有加菲凡，第六位咧就客家之光啊，一路兜外邊喎，王者烽火啊，紫色衫白帽嗰匹啊向外邊嘅，內欄位置咧仲有快快型啊黃衫啊，咁啊中檔咧咁啊大約尾六七。到啦，咁啊有呢只勝利同盟啊藍眼罩嘅，後邊五隻高明力量、活力多多尾四、尾三滿月啊，尾二咧就滿貫紅啊，內欄暫時墊後灰馬嗰只咧就加洛飛區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歲歲今朝帶嚟一個新威嘅，見到中橫大進拱開大勢之虎啊，咁啊再見到入埋邊偷位上，仲有加菲凡啦，入邊偷位上咧仲有快快型啊，中外當追蟲草之王，出邊王者烽火活力多多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二百零米啦，前面咧圓欄轉咗上嚟咧，咁啊有呢只就加菲凡啦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有快快型上啲，咁啊入邊推進灰馬，仲有加洛飛區啊，出邊殺上嚟仲有活力多多，接近終點加菲凡到唔到？中間位置咧，咁啊有活力多多上嚟，後邊嘅馬仲見到快快型啦，入邊係加洛飛區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加菲凡似乎就出頭先，啱啱到先啊，活力多多十號外邊追上嚟跑第二。第三名八號係嗰只快快型，第四名入邊係加洛飛區啊！好啦，結果啊，方家柏今日起碼兩場都係泥地嚟嘅，飛騰追搭落嚟加飛凡，呢係一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，辣得金少少慢嘅，前面快噶嘛，有呢只中華威威出邊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八心之威啊，兩隻威響前面威住先啊，辣得金啦，同埋一隻咧就歡喜福星嚟噶。好啦，咁轉緊彎中間啦，前面就中華威威就佔先嘅，外邊啊八心之威啊，跟住個第三位係機械騎士啊，內欄第四個火神神落，外邊第五位就勝利神區啊，得心之玉要攞出去外邊喎，咁啊攞埋出去外邊噶嘛，跟住得心之玉後邊有實力哥偷位入邊上有。醒目勇區同埋大眾勝利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八心智威係威係細喎，擠嚟咗後邊嘅對手兩個馬位啊，火神神落追緊上嚟，原中檔上仲有大眾勝利啊，出邊追係實力哥啊，最後一百米到啦，八心智威走唔走得甩咧？火神神落逐步逼近，埋邊八心智威，出邊火神神落，第三名係大眾勝利，第四名咧外邊實力哥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八心智威。係威係勢，外邊火神神落，逐步逐步蠶食上嚟。第一眼望落去咧，入落去嗰下咧，似火神神落，入邊八心之威又唔散得曬，要影相。第三大眾勝利，第四名外邊實力哥。望下條線先，又啄翻入去喎，八心之威。似入邊添，佢個鼻頭大啲啊！何明年八心之威啊，黃記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友呢只就勝勢名區啊，響佢外邊你知我得，出邊神區馬靈啊，咁啊埋邊咧走咗上去平海之年年有福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一千米嘅段柱啦，前面放嘅馬咧喺嗰只勝勢名區啊，跟住第二位啊外邊咧有呢只太陽之子啊，埋邊第三啊平海之星，你知我得啊第四啊，內欄第五咧仲有常拼常得嘅藍衫啦，出邊神區馬靈啊，大約跟住中檔第七位黃衫黃帽係勤德威力啊，響
埋邊啦。咁啊，粉紅衫嗰只就春風萬里啊。出邊藍衫有街福區啊。尾四咧就今朝更好啦。尾三白衫嗰只就哈哈大笑啊。等內欄喎，紫衫黑帽內欄，尾二咧就鹿鼎記啊。暫時電流係年年有福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。盛世名區啊佔先少少嘅，太陽滋滋響佢外邊啊。涉內欄嗰邊上有平海之星啊，中間有你知我得啦，外邊追神區馬寧啊，馬林中間仲有勤德威力啊，偷入邊上春風萬里有冇位咧？出邊追上嚟仲有街福區大外檔係哈哈大笑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就係呢只你知我得啊，外邊上嚟有街福區啊，兩個馬中間勤德威力啊，內欄嗰邊仲有隻平海之星啊，最後100米到你知我得佔先，街福區外邊冚咗上嚟，入邊春風萬里贏馬嘅係街福區啊，跑第二名外邊春風萬里。咁至於第三名嘅馬，你知我得第四名要影喎，平海之星內欄黃衫嘅，中間五號黃衫勤德威力，外邊哈哈大笑影相爭第四。好啦，結果就十號街福區終於打開呢個勝利之門啦，田泰安。真係犀利啊！錫曬你啊，田泰安真係呢啲。好啦，跑第二名春風萬里，第三名咧你知我得第四。賽事三班千二短途。王琦佢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有多利彩區啊，埋邊啊翩翩君子內欄陽光寶貝啊，藍衫外邊搶前啲有愛馬線啦，粉紅衫外邊啊龍之輝，出邊落滿貫最出咧仲有最佳連接，好多隻馬走喎，中間乘風冠區啊，尾四內欄實力過，呢個咧就實力派啊，尾三咧就拍馬難追啦，後邊兩隻無極勇將同埋咧就係嗰只競進飛翔嚟噶，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咧就係嗰只最佳連接就搶埋出嚟跑添。跟住第二位就落滿呢個咧就係見到愛馬線啦，內欄陽光寶貝啦，再見到外邊位置仲有龍之輝啊，第五位多利彩區等入邊喎，就翩翩君子黃衫馬響外邊啊落滿貫啦，咁啊再見到揈到最出有拍馬難追啊，馬林中間實力派到追啲啊，好啦，最後200米啦，龍之輝響中間出咗嚟先啊，鬥緊入邊嗰只咧就愛馬線啊，入邊追有多利彩區推入去入邊上，仲有隻實力派，外邊追緊上嚟嘅馬匹仲有隻落滿貫啊，最後100米到啦。愛馬線鬥緊龍之輝，埋邊實力派上咗嚟啊！追緊上嚟入邊咧，仲有競進飛翔，出邊落滿貫，接近終點，實力派攝入去入邊，結果就應該係到先啊！中間有愛馬線六號嘅，外邊係落滿貫啊！至於跑第四名嘅馬咧，龍之輝有冇第四咧？定係埋邊嗰只競進飛翔啊？結果實力派攝入去入邊追，結果就啱啱到先啊！愛馬線就跑第二嘅機會高嘅，同出邊嗰只咧落滿貫就較為接近啲。第四名龍之輝響中間入邊競進飛翔，係六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大家都齊集傷嘅，前面快噶嘛，咁外邊位置九五尺套快啦，咁啊埋邊位置包裝旋風啊上咗啲啊，外邊有兩隻噶，魅力之雨啦，淺藍衫最出啊保羅成全啊，跟住個第五位咧仲有敏捷神區啦，第六位啊常拼上邊啊敏捷神區埋邊第六常拼常勇啊，再見到咧桃花雲就攞咗出去啦，悄悄俾人頂咗喺出邊噶啦，內欄位置尾五黑衫係自然力量啊，後邊四隻勁速威龍粉紅衫尾三。健康快區啊，黃衫尾子當年情暫時電流係都靈福星嚟㗎。好啦，咁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呢只保羅成全擠嚟咗大約有一個身位嘅，跟住響第二位啊就係九五尺套啊，埋邊第三有包裝旋風啦，魅力之雨跟住第四啊，第五位就常拼常勇，第六位咧就敏捷神驅，悄悄俾攞出去外邊啊，等入邊黑衫自然力量啊，馬林中間仲有桃花雲啦，出邊追就勁速威龍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三百啦，九五尺套就出咗嚟先啊，咁啊見到後邊噶嘛，常拼常勇，外邊啊逐步追，咁啊中檔位置有魅力之雨啊，攝入邊有包裝旋風，後多層桃花雲，出邊有勁速威龍悄悄俾，最後100米啦，常拼常勇，中間就將呢只九五尺套趕過咗，外邊有悄悄俾上跟嚟，入邊仲有自然力量，接近終點，常拼常勇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二名，咁啊有九五尺套中間，入邊咧係自然力量，出邊悄悄俾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常拼常勇。贏咗頭段，搶咗埋去先，結果直路上面揈出嚟中間掟甩贏啊！第二名有冇機會馬房 Q 啊？自然力量入邊，中間九五尺套要贏啊！出邊係悄悄俾，上隨時起步。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嘛，外邊人心聲君達德啊，內欄位置紫荊歡呼啊，
中間就好好分啦，粉紅帽嚟嘅。咁啊，再見到第五個泰耀曼啊，前面放啊嘛，係人心聲啊，君達德就外邊嘅第二啊，第三位好好分啦，第四位外邊當呢個英雄本色啊，內欄第五仲有紫荊歡呼啊，中間第六位咧仲有君志成啊，第七位綠色衫潮州精神，全部冷門響曬前面啊，再後邊嘅馬啦，馬林中間藍衫藍帽手機標霸，跟住佢後邊綠衫攞出去咧有鐵金剛，外邊追爆笑，最出嗰邊時尚歡欣同埋特別美麗啊，最後三百啦，人心聲咧仲係佔先半個身位嘅，見到外邊咧潮州精神上緊嚟，咁啊再見到馬林中間手機標霸咧就跟住潮州精神上，外邊鐵金剛一嚟邊一尾就封住佢啊，再喺入邊位置仲有紫荊歡呼，最後100米到啦，人心聲都好有機會放到噶啦，潮州精神響呢個第二位，第三咧相當近啦，手機標霸似乎都有第三嘅，第四名咧就紫荊歡呼、君達德同埋外邊鐵金剛特別美麗啊！結果今場賽事放啊嘛，原來係人心聲一放到底，潮州精神順其自然跑咁樣都第二啦，第三咧手機標霸，第四名君達德響中間，入邊紫荊歡呼，出邊鐵金剛，最出粉紅眼罩特別美麗，幾隻馬近。